点赞了，也给那个曲布点一下赞，给曲布也点一下赞。今天爱曲布的家人们都不知道去今天爱曲布的家人们都不知道去哪里了，怎么说还没有过来，你要坐哪？那你说我要做那个什么什么的，你说啊，我什么都不管，那个只要是有一些人，只要是他啊、他破他直接触碰到了我的底线的话，那我肯定不会简简单单的不会那个饶了他，那么对不对？别的一些小人，他们他那个不让我好考不让我好过的话，我也肯定不会让他好过的嘛，对不对？天天直播，天天直播那个王菲，就王菲那个长的话，确实是哈。长的话确实是人模狗样的，对吧？那个王菲，长的话确实是，家人们，你们说爱曲布，家人们，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那个王菲，是不是长的话确实是那个人模狗样的，在别人面前的话，就是就是装的多么好，多么大度，多么好的一个人，对吧？但其实是彻头彻尾的是一个卑鄙的小人，真的那个开了一辆。那个开了一辆那个保时捷嘛，对吧？开了一辆那个保时捷就感觉自己不得了了，对不对？那个保时捷的话，我也现在有那个驾驶证了，我也明天我也直接租我也明天直接租一辆那个保时捷那个开到他他那里的话，谁开不了嘛，对不对？每天都是那个在人前是一个模样，在人后是一个卑鄙的小人，在人后的话，又是另外一个模样。举不你这样子，再想想更加爱你。说的对，对不对？对，你看，爱曲布家人们，你们说，你们都说是不是？我曲布那个说的对，什么打一声光棍啊，什么什么什么打什么打？你连我干嘛？
打一手，你那个你叫拉姆松是吧？我不想跟你连麦啊，你一边去，你跟我一边去，我不想跟你连。你那个你那个是不是怕我是不是？我不是怕你，我是不想看到你，不想理你，明白了吗？那你应该是那个怕我，然后怕对怕说不过我，所以就那个老是挂了，是不是？哎呦！又给挂了，我跟他说一个是他又给我挂了呢。哎，曲布，安杰，哎，你为什么？你怎么是这样的人啊？什么是啊？这样的人啊？你那说你。王菲哥欠你什么，或者是王菲哥对你怎么了？你为什么一直在这里一直说王菲哥的坏话？那他他对我是那他他那个他把我搞成这样子，他把你搞成什么样了？那个曲布，我跟你南说姐啊，曲布，我跟你说，啊。王菲哥把你搞成什么样了？我跟你说，我要是在这里再提到一句，你在这里说王菲哥的坏话，我会找你麻烦。我跟你说，那我不个，允许任何人在背后说王菲哥坏话。那个安姐，安姐，你说。我的话，我的话，只是想让你传达一下，然后我的话，我传是达什么？我有什么好传达的？不怎么想，咱们两个的话又没有什么事，所以我的话，希望你，不要多管闲事。我跟你说，我的话我们只两跟那个个怎么就没有王事菲了？你是。这样子在背后说王菲哥的坏话，就是有我事了。我跟你说，曲布，那你个，不要觉得平时对你客客气气的，你就当做是理所当然的。我跟你说，我要是在这里再提到你在王菲哥背后说坏话的话，我不放过你。我跟你说啊，我不跟你你开玩笑，切，我不像王菲哥他们那么有好说话。我跟那你说。个，安姐，你来，你是来这里那个。威胁我，然后来恐吓我了，是不是？我跟你说，我不管你怎么想的啊，我反这正边我不想听到任何王菲哥的坏话。你也知道我我跟这你个说那性格啊，个，我不像王菲哥他们那么好说话。我跟你说那个我跟你说，咱们两个的话，应该是要那个。和平，因为咱们两个又没有什么事，对不对？你也没有惹过我也没有惹过你，对不对？咱们两个的话。你现在已经触碰到我的底线了啊！曲布，我跟你说，你在这里说王菲哥的坏话，在他背后说这样说那样的，现在已经算是惹到我了。我跟你说啊，曲布，别到时候啊，我没有警告你，别到时候打在你身上，笑在我心里啊！我跟你说。我跟我那个安姐，你那个前一段时间的话，前一段时间的话，我在这个成都我也不认识什么人，对吧？但是这段时间的话，我这段时间的话，
这段时间的话，你吓唬我，你是吓唬我，不聊我的那个。前段时间的话，对吧？前段时间的话，就是我前段时间的话，我在你们成都这边，在你们这边也没有认识的人，但是在这，但是现在和前面不一样了。我跟你说，这会儿的话，那个我跟你说这会儿的时候，我这边我们十我那个十多个，我的十多个兄弟跟我在一起。我跟你说，你这会儿的话，你是吓我的话是吓不到我的。我跟你说。你别说吓不吓唬你，你也知道我的性格，我不会吓唬人。但是要是有人，一直在挑衅，或者是一直在戳破别人的底线的话，我这边该怎么办就会怎么办的。你也知道我的性格啊，我不像王菲跟他们那么好说话啊。你要是再这样的话，等哪天要是让我看到你的话，我跟你说啊，我会对你不客气的。那个，我就想问那个安杰，那个你是那个王菲的什么？你就那个我又没有跟你我其实我还挺喜欢你这个人的。你就你的你话那喜欢别个人吧，你喜欢别人为什吧，么就老是跟我过意不去呢？是为什我对你过么意不去，还是老你是在这那边个偏偏在这里找事呢？想跟我碰碰什么的？你就我跟你说，咱俩跟谁也不欠谁的，但是你要是在这直播间里面说王菲哥的坏话，在背后黑他的话。我会找你麻烦，然后这个事情的话，我也会跟王菲菲说的。我。你这是在给自己不留后路，你知道吧？你这是在自己给自己断后路。你看王菲哥啊，平时对你是挺好的一个，他你对也我，能感觉得到，那家人们也看得出来。我但呢？是我你在这不里。对他好吗？那我的话，那前面的话，我也是很对那个王菲好的，好的呀。只是他是怎么对我的？他那个前面也承诺了让那个小做我的那个女你朋别友嘛，说对不这些对？啊，橘子，你别说这些啊，我要是在这里看着你，你要是在这里再说王菲哥的坏话，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我就把这句话放在这里了。哦，好，你就那个，好，直接我直播间直接是不欢迎你啊！我直播间那个安姐，你还在不在那个直播间？你在那个直播间的话，我也跟你说一句话，你还在那个直播间的话，我也跟你说一句话，你应该还在那个直播间，对吧？我不知道你还在不在那个直播间，你在那个直播间，那我也跟你说一句话，你刚刚这样子说我这样子，这样子威胁我什么的，对不对？这样子威胁我什么的，对不对？但是呢，但是呢，我也跟你说，对吧？我曲布我曲布也不是被吓大的，对不对？在我们那个村，就是在我们那个村，在我们那个村，我们那个村都是有，在我们那个村。在我们那个村都是有400户人家，然后年轻人跟我们一样的那个年轻人的话，差不多也有三四千人吧，对吧？三四千人，他们就是他们就是不敢跟我这样子说话，他们就是那个
见到我，见到我的时候，他们都是叫我大哥的。他们就是，然后然后所以我跟你说，那个你，你吓我，你是，你吓我，你是吓不到的。前面的话，我是刚刚到你们这边来，对吧？刚刚到你们这边来，所以我什么也还不怎么懂。然后。前面的话，那个王菲，我觉得她人也还行。前面的话，但是经过这段时间，经过这段时间，她对我做的那个王菲对我做的那些种种的那些事的话，你们直播间的那些很多网友的话，他们应该你们直播间好多网友的话，你们应该是。不知道的，对不对？你们应该是不知道的。那个那个王菲她只是在那个网络上，对吧？她只是在那个网络上和在那个在那个只是在那个网络上好好的在那个网络上的话多么好多么好，那现实中的话是真的。真的是一个非常卑鄙，真的是一个非常卑鄙的我这个，是真的是一个那个，你是什么小人？啊，我是小人是不是？我，对，我说你是小人，你是那个不讲诚信，然后的人真的，只不过我跟你说啊，做人这个东西啊，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容易出事情的，你知不知道？虽然我也是那个前面的话，对吧？前面的话都是没被人触碰到底线的话，我也不会去说不会去说什么的。但哎是呀，那个。我就跟你说一句话啊，你可以说我是个坏人，说我是个什么小人，怎么说我都行，嘴长在你身上啊，随便你说。但是啊，那个关乎到工作上的事情，你最好不要乱说啊。什么我又公款，我那又公款，我又什么公款了？我你都那不是，个，你知道吗？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那个，公司里我面你那什么时候个，坑到我了？那又公款了？你那个你不是给那个阿梅那个钱，阿梅给那个钱，那些钱你应该应该也是基本上都是用你那个公司里面那个。